信义区重法国宅屋顶漏雨以及外墙渗水的问题，国宅方面今天继续向市长张统陈情，争取购屋保固修缮。在市议员韩良琪陪同下，信义区重法国宅主委再度向市长张通龙陈情。在听取市府相关单位报告后，市长拍板定案解套，一个礼拜内到现场会勘，再由市府进行后续修缮工作。现在以后，我们是依据刚刚欧处长提到的，我们就以保固延伸的修缮这种理由，我们再来这个跟审计室申诉。那申诉我们就编预算。该把这些30户都没有修的10户，还修不好的，还有外墙的这个防漏的，一起把它做好。这个都重新把这个确认修缮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切解。我们请他们回归到我们正统的我们的公益大厦管理委员会，我们把这个管理基金的都退还给管理委员会，由他们去管理了。以后我们市政府就不会再介入所谓哪些漏不漏的事情。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。